它还有矿工、小骷髅加那个苍蝇，然后再加一个毒，其实它是不亏的，九费解它很多费用，是的，是能接受的，他可能自己没有算清这个账。所以说我们只能恭喜小天。恭喜对小的，天，确实有惊无险的拿下这一场比赛。是是的，的。哎呦，那这样的话，小天确实很强，直接拿到了，对阵两个人中都拿下了，二比已经，他现在是2胜0两负，胜零对，负，那我们这边 Jamie 是1胜0负，一胜零负，他海涛这一轮是对，两负，哎呀，负，很可惜，海涛其实他这个是很有机会赢的，对他可能对调整好了状态以后，差一点，太可惜，太惋惜了，对，再多打几次，对吧？有一下比赛经验，对他比赛经验确实，可以看到，我是们的，我们看一来下看一精彩下的刚回才放这吧。几场比赛中的精彩回放。这边这个车解的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对的，你看小皮卡一刀，好，这公主的这种公主的射击是非常好的。这两个皮卡在这儿，这石头再配着石头人大哥啊，是吧？了解，秒解，你跟法术一样，都 就阴一刀，这就是这小皮卡，又是秒解，一刀，棒棒，再来一刀，这边皮卡，一刀，一刀，公这主皮射一卡下。一个人解了多少东西啊？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我的天，那已经那不能算人的范这个畴世界需要英雄。了。这只剩他只剩英雄了。好了，这边就是两个人是互换的一个这个节奏嘛。对的。啊，他这边石头人也是效果不错。但是虽然这样换不过胖球。对，换不过胖球，爆发力实在是太高了。是。哎呀，好急，好气，好难过啊！解决了公主最后一下，带走。带走，漂亮。没有任何的问题。那边其实看起来这个小天其实，也他打起来也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组其实没有什么弱的选手，其实能到我们打到小组赛的选手都是很强的，对，因为都是已经打完一个海选嘛，打完一个海选已经是打上来的，拼过很多轮了，对，所以说肯定是有一定实力你才能打得上来。看到这波换家，然后换家其实，海涛这边处理得非常精髓。但是最后还是有机会拿到了一个平嘛，只是这边的一个车确实把自己的节奏拖住了。你看这一个车，你说没有办法。兵法这个对于车的这个延缓作用，那会儿我就说嘛，这个小苍蝇下的位置太靠后了，它先解车，它小苍蝇还会飞回来去解你的那个解了，那其实解的车就效果更好。哇，这皇家巨人确实。皇家这个采集器没有挤到啊，挤到挤到了，挤到了。就是皇家巨人死了，他兄弟又来了。兄弟又来了，这确实是没办法，一炮带走，少一费还是少一费。非常不错，确实这个打得很好。那这边的话，其实皇家第三套的皇家巨人，虽然是拆掉一路嘛，但是还是被这个小天也带掉了。对，这就是是三枪嘛，到时候。三枪的爆发，我的天，对，太可怕了！而且这个兵法很关键，留一个黄毛，这局就赢了呀。对，太可惜了。而且这个兵法下的位置有点太保守，他兵法如果下到那个左靠左，然后让他兵法去吸收一定伤害去打那个火枪，效果其实还可能就没有那么快能拆完。是，但其实也不好说，其实他兵法也会很快就死亡嘛，因为阵亡还是很难防守的。所以这几场看下来的话，还是胖球出现率比较高。然后兵法这个防守确实值得公认吧。对，那其实我到玩游戏玩多了以后，发现确实，你看一旦子破了路以后，有很多单位就可以很好的、迅速的能就升级了，你知道吗？迅对，这已经不再是跟那个普通单位一样，它就是迅速能拆到另外一路。这是这个游戏可能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流行趋势吧。对。很快拆，但是你这样的话会。把游戏变得单一性，我觉得到时候加一些陷阱卡，对吧？加一些那些什么，看不到的，看不看不到到的延时性的，对的一些法术卡埋到地上，有可能你走过来以后会炸的，或者你下到这儿以后就炸到那炸弹和地雷，或者一些什么弹的一些夹子，这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游戏应该会继续加下去的东西。是，本来 COC 其实有这个元素的。那是的，这个建议非常不错。现在哑巴这个可思想以是，对，而且可以这联系一下。因为就是这种可能就是陷阱卡嘛，咱们就没有陷阱卡，就大家都是在一个同等情况下，你打我打你，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对，随机性。对，对啊，有随机性以后，就相信这个游戏会更加的有趣。你说预判吧，也就是预判个0.几秒那种，就是小闪啊之类的。那你说如果有陷阱卡了，这真的是预判，对吧？我就先对，想一想。可能然后而且对对方这种算费能力高的人也是一种削弱吧，可能对。算他因为你可能。
不太注意的话，你如果你玩游那个玩游戏玩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你当使用法术什么时候，它的那个光塔会闪，底下会闪那个彩虹的光。嗯嗯，你要是那个法术那个放之前，哇，会闪，闪出去再放出去，这是一个细节。对，所以说以后大家可能要看看这块才行。那这个陷阱卡，我觉得还是很需要那个加入的。对，但是脑子得够用，对吧？光看国王底塔也要有闪。游戏肯定是对人要求越来越高嘛。对的，对的，对的。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看到吉米和安好的比赛。我们先来进入一下游戏的画面。哎，吉米又来了。嗯，好，还是。这套卡改变他的套路，先拿这套卡去探路。对，安好上来就哭了。安好这套牌的话，防守能力要更强一些。对，是的。嗯，这个有建筑和没建筑就是不一样的。对，但是这套牌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嘛。你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像如果对方费用你费用的基础不好的话，你要什么什么。加农炮在上面，你就得用这个加农炮去过费，或者是用其他东西过费，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嗯，这个小店要交吗？这个小店交的话，要交早交，要不交就别交。哎呦，但是这个火枪，医学火枪，看前面能不能搭点东西，不搭东西，然后这对这个加农炮，他这个火枪走错路了，如果不走错路的话，应该是非常效果非常不错的。是的，配合胖子前面顶着。对，好，公主，苍蝇解掉，卖掉卖掉，不要防。那现在吉米这边的两矿的优势已经在手了。是的，对面一矿可以图，其实嗯，这样我先压制一波你的发育，然后等到一分钟的时候再打你一波，正好。那这边的话，安好这边没有选择去读火球，也不敢乱交了。这火球还是要打到那个什么嘛，更多的单位。是，嗯，这个钢炮应该会被这个火枪打得非常惨。然后赶紧把皮卡扔后面，两下，他皮卡不该选择去解这个，他是想解那个的，他是想解，对，他放的位置，放的位置稍微偏了一点。对 ，Jamie 这边也是没有想预判，他其实直接应该跟着三黑骷髅。对对，这个是一般大家这么打是，他可能怕对方有什么其他的我藏一手嘛，他可能怕火球砸。对，但这其实还好啊，这个三这小骷髅不怕火球砸。但是现在这么，虽然 Jimmy 这边费用是领先，但是塔稍微卖了也要比安好这边多一些。嗯，那他下一波可能要打一波，这个哎呀，这个火球赚了。好的，这火球砸三个，漂亮。但是这个砸那个踩出来的一飞，如果这一飞没有踩出来，那就赚真的对惨了。这也还不错，砸到了火箱，然后砸到了火箱之后，这一波过来，这次有那个小小店。胖子怎么办？好，是有这个兵法加电动炮，你这个胖子根本很难发施展，两个兵法。哎，好的，这火球，哎呦，没砸着火枪，那这个火枪的输出就非常可观，还好卡锁定了。嗯，这是有些失误的。小闪浪费掉了，小闪浪费掉以后，公主，我这边的公主加小闪可以轻松解掉你的电动炮。别啥呀？别犹豫，别犹豫。哎呦，哎呀，你别犹豫，别犹豫的话，这边这个塔那个小皮卡会应该会。对，掉很多血，没错，好急好气，感觉这边都急死了。是的，那这边还是哎，这边今天还不着急，先把这个还是把彩气先积累起来。这边进攻也是比较强势，敏感的胖子，稳一点。他这边血量现在是冲出来不少，不犹豫。哎，这个毒药交毒掉，毒药交的不错。后面小皮卡顶上不让你走，在毒里待着。漂亮。这个火球虽然是达到了火枪，但是其实效果一般。它是小闪电，要不要交？小闪电，这个加农炮的话，小闪电一定要交，一定要交。好的，小闪电。但是就第二个火枪续下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杰米这边，哎，闪了前面啊，非常不错，闪到前面，叫小皮卡碰到了这个，嗯，对，这个机会带着打非常漂亮。是的，有没有看到刚才这一局安好一直在被动的防守？对，其实他前面是有一定有一点点优势的，是的，但是他们也杰米那边有矿，还好。哎，对的，主要是杰米前面攒那个攒下的这个矿，嗯，对吧？所以说。把节奏抢了过来，对，就分析一下，就是他这个火球每次能砸到火枪，但是解不掉火枪，解不掉火枪，但是火枪对于这个加农炮和他的小皮卡造成的输出是非常高的，对，嗯，就把这个火枪变成医学火枪和这个满血火枪，其实意思差不多，啊、就是为了接你那个加农炮嘛，所以说这个他这套这局应该是来炸你的采集器，嗯，或者说是炸火枪的同时能炸到其他的。炸其他的这些东西的话，再加一个小店，我来解，我不亏，至少说公主啊，什么皮卡啊，皮卡呀，对，这样至少我再加个小店，我不亏。对，十吨。但现在你如果要是拿小店解，是有非常亏的状态。嗯，对的。怎么说这个火球带的还是对的，但是
毒药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好一些，我倒是觉得。但其实还是主要是还是最后这一波这个加农炮引到了胖子，但是他这个位置是可以引到胖子，但是引不到皮卡，小皮卡，对，这个也是比较伤的。对的，嗯。那么也是只有一个皮卡可以解，你说放到后面的话很容易被引到。是。好的，我们来进入一下下一回合的比赛。啊，那就把暗号用一个冰激凌，还是他自己那一套。嗯，是的，最熟悉的一套。但是他没有猪啊。啊，对，他把猪换成了小女火枪。火枪了。嗯，那这样其实我倒是觉得猪，你看他是拿加农炮得过费，这是比较惨的。那你加农炮一扔了以后，而且还帮人把胖子留到家里攒费，这就是非常的伤了。啊，这是非常非常忌讳的。那也不能自己给自己的兵力垫掉呀。哎，这太，这叫太伤了。哎，那这边吉米这个毒非常赚，这个毒飞太赚了。那吉米这边也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哎呀，啊，火枪又直接打掉了，打掉一下摸不到，漂亮。好，反打一波，这波很强势。那这样应该也不着急，是应该会。冰激凌跟还是要截。好，先小皮卡怎么办？好的，接住了，小闪垫一下。没有大问题，小皮卡怎么截？让你那个矿工先摸一摸吧，没问题。嗯。反正也不是很其实扔了矿工以后，这个骷髅不用管，对，直接下采集器，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他没有矿工，他没有办法截你采集器啊。啊，毒药用了，毒药用了以后，那下一波混合部队他其实就不太好挡。嗯，主要是这些三费骷髅。对，三费骷髅你搞不定了，打两遍怎么办？核盾可以无限挡第一次伤害。他没有攻击，没有 AOE。那既然没有攻击，其实他不如把皮卡换成女武神。还有火枪一个单节加女武神，其实是效果还是不错的。对，女武神其实对现在这个套卡组女武神是效果非常不错，很克制的。尤其是你用你的三费骷髅来挡保护火枪，女武神是赚两下。对，因为你有加农炮，你有加农炮吸引胖子嘛，对，后面所有小单位女武神完结暴露了，女武神直接解掉，而且这个骷髅放慢了。但是这个骷髅剩三个骷髅，输出也是非常高的，完美。这小骷髅好，摸一下去打火枪，摸一下可以了，摸一下就好的这个。火枪死前，这火枪输出非常嗨，死前还把公主打死了，这是一个不错的。死前临死一枪，预判到了错误的位置，然后他还去砍了小骷髅。哎、那这边的话，要不要跟胖子？好的，跟上胖子。那这一波的话是有要跟毒了，不毒的话，好的，这个毒要跟他这边也要跟毒，不跟毒啊，小闪非常漂亮，闪掉，漂亮，漂亮，这个也是非常 nice。那这边的话，一个这个防守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嗯，对。但这个火枪位置下的有点，哎呀，被三维骷髅解掉了，这个火枪太尴尬了，位置。而且这个机密这波火枪也非常机智，本来应该是很赚的，很赚，特别特别赚。但是这个火枪一下就亏了，亏了很多费用。哎呦，那这边的挡了，然后胖子吸收伤害，然后小闪要交一下的吗？好的，交一下，交了。那这边他毒了胖子，那这边能不要了？毒胖子效果不太好。还行，只要不让他推进去了。嗯，但这边能打回去，再一定要跟上小骷髅。好的，跟上小骷髅以后，火枪下到这边，就看这一波了。他没有对面没有毒药的这一波。火枪小闪，不用闪，他用过了已经。啊，毒药。闪一下吧，闪过了，他闪过了，吉米闪过了，吉米闪过了，一枪两枪，哎呀，公主还死了。那吉米现在，哎呦，还是没抓住。他这边你这边被翻了呀，被翻了，很可惜。也不算被翻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优势。嗯，哎，他这边这个套牌还是被对方这个几波小冰激凌加闪电解的是非常漂亮。对，嗯，用最小的一个代价，对，把你全解掉。没错，关键是他这套还是好就好在有个加农炮，加农炮可以去吸引到那个。胖子的注意力是的，所以说有建筑物和没建筑物就不一样。你不管你带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物，是的。我可以看到安好这边对于他的小冰激凌用的还是非常娴熟的。是的，这个安好的冰激凌好像从第一回合开始就已经看得出来了。对，是的，应该是练过的。嗯，有研究，练过的。嗯，是个练家子，可以。是的，他们可能他们这个派系主要练的就是冰激凌，就是该练的要练的。对，那必须要有绝活，对吧？必须有绝活，那才能在我们这儿混下去。哎，你说以后会不会出一个那种？造冰激凌的东西，造冰激凌的，给他起个名字，是因为那个车嘛，雪糕工厂，冰炉，没是可能是一个汽车，那什么一画这个冰激凌那个方面往外跳，是冰激凌跟冰激，不是一个字儿，你就造个冰法坐在椅子上，那可以爆冰机嘛，可以弄个爆冰机来转，对吧？对吧？这以前是火锅，想象力还是你们丰富是吧？就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太 bug 了，对吧？那就所有东西都来不了了嘛。
其实想想其实可以，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有一个火了嘛。对啊，这个兵但是他一次出一个呀，对吧？对对对，还是能接受的。是的，哎，可以啊，我们这次给这个这边提供很多建议。好的，我们来进入一下下一次的比赛。这哎呦，吉米连弩，好的，他是打天梯打多了吧？他这趟，他其实，在前一阵儿，前一阵儿这个卡还是很强的，有拿个 CC 是吧？对，还是拿这套打，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但这最近好像差点意思，因为现在推进流比较多了嘛，你的弩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势，毕竟要一点点射嘛。对，而且还有这么长时间的准备时间，你放在哪儿？就对方如果有什么大胖子，你就。他知道对面没胖子呀，啊，所以才，但他能把这个卡能提交上来，才说明他才敢这么干。懵了，你看到阿好就先懵了一秒，这是什么？完了，他没费用了，这出事了 ，GG， 这就出事了，这射嗨了，这但还相当不错，这个打了这么多血，他这边也是一直在亏费，不停亏费的话，完美亏费。是第一波的话已经赚了非常多了，看看第二波他能不能处理好吧。都不用，其实他不用，他只要再有那个两三发导弹，只要不停的守两发导弹带走了。对，根本不需要。那倒是，好，你多采集器，直接导弹就打他，没什么问题，我感觉。这边可以不用管啊，还求稳吗？啊，你看，所以你看，基本这边所有的卡都是防守卡，所有卡只有两张。只有一张是弩，一张是那什么呀，导弹啊。对啊，其他卡都是想办法赚费的卡。是啊，哎，这波没赚费就放了这个。但是他就太自信了吧？还不错，效果你敢信？主要前面有人顶着。小闪电要交，交了也没有用，不要交了，你这塔已经没了，兄弟。哎，在这鼻子里也知道这波打不过了吗？对啊。然后接也是垫着自己说这把应该是投降了。投降了。可以看到阿好这个。挣扎的这个就没有这个挣扎的性格是吧？对，打的还是非常的现实。对对对，兵法带着四个提刀卫士，冲到塔下，大内总管，四大金刚，四大护法，对吧？这个什么奇袭皇宫，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就过来了。对啊，确实是，对吧？哎，怎么说取到奇效哎，这张卡。是的，就打一个出其不意嘛。对，哎，对，确实打了以后，你第一波一旦第一波让他有打三分之一的血量，就是那个弩三分之一的血量打出来，基本上这个塔已经没了。是，就我说因为剩下卡全是防守卡呀。是，第一波已经赚到了这么多了，这么多了，现在已经炸了，结果第二波还是没有防，那就真的可以炸上加炸。对，哎，其实那个火箭都没有升空就直接结束了。对，是的，其实他不需要嘛。哎，好的，那么。这边也是收到了最新的这个赛事消息，这边安好呢依旧是选择了单局弃权一局，那么这边吉米又获胜了。我们安好这个是。